各位法师，各位在家菩萨，大家晚安。请放丈。今天是第四天，大家念得更好了啊。照你们念这个情形啊，应该有的人在梦里会念佛，甚至醒了以后自己再会念，应该有这样的情形。通常来讲啊，大家应该在躺下去要睡觉以前呢，你这个圣佛号就出来了，在八十天里头，他自己就出来了，一个一个的。这个也不算呢，因为什么？你这个事情做久了以后，它自然有这种现象。你过一段时间，它又没有了，所以要继续不断的，不要间断。就是这种佛号啊，不管在任何状况下，能出声我就出声，不能出声我就默念，不要断。这个很重要的，行住坐卧之中，一句弥陀莫断。虚信因身果身之教，不念自念，那个就是把那个生的变成熟的了。那古来祖师告诉我们，要把这个生的变成熟的，熟的变成生的。熟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吃喝玩乐这些个东西啊，这个都很熟悉啊，一想就想到它了。念佛就不容易想起来，能够不念自念的时候呢，那个生的就转熟了。现在大家先不要看那个啊，有两张，一张是那个普照四弘誓愿的起步，今天要讲；另外是印光大师的那个法语，有时间今天也讲。大家先不要看，先不要看，我。等下我会提醒大家，要看你再看。这个念佛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念字，三字真传，老实念，就是念呐。要领就是个念字啊。另外的拜佛的时候要出汗，一定要出汗，不出汗不行的。你办得太慢了以后啊，你再休息了，休息了以后啊，你这个容易打妄想。这妄想就夹杂了，所以要快，快出汗，劳增力增啊！你这样拜拜拜久了后，身体会柔软，你慢慢拜呀，身体不会柔软。这时候给大家做一个建议啊，大家把这个腿子放松，假如感觉到这个温度很低啊，就把那个毛巾披起来，不要着凉啊。这两个很重要的，念佛拜佛，这主要是念佛。念佛就是把我们这个心呢、跟佛结合起来，心佛一如，这样就好了。那我们现在心佛不是一如，你偶尔会把佛号忘掉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呀，你虽然在念佛，有时候会想到其他的事情，那就是妄想，那就不是心佛一如了。我们念念念念心跟佛就一个，这个时候就好办了。能不能做到呢？能做到，能做到啊！你看呢、我们那个马戏团，看马戏团那个特技表演来讲啊，那个空中飞人，那个钢索上骑一个单轮脚踏车从那儿走，还表演。那是一心不乱哦，那真的是一心不乱的、绝对没有第二年有一个念头就会从空中跌下来呀、他怎么练成的？没有佛菩萨加倍他呀，没有啊，完全靠自力的呀，靠自力都能那样的做到了。那我们这个念佛还有阿弥陀佛放光照我，十方诸佛护念我，二十五位大菩萨加倍我，诸天善神守护我，你看我们怎么能够不成功啊？所以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啊，不能够这念头相续，不能够无杂无间的，有夹杂有间断，因此就不行了。知道这里我们就应该生惭愧心呢、十方诸佛在护念，阿弥陀佛放光照我们，大菩萨在加倍我们，但我们自己就不好好用心呢、还东想西想又妄想，这个就是怪自己了哇。这个妄想啊，没有妄想，大家不要认为有妄，没有妄想。要不信，你把妄想拿出来看看，没有啊。
就是因为我们不念佛的想别的事，变成妄想。这个肯定是没有妄想的，因此呢，我们把这个心好好摄住，安住在佛号上，安住佛号上，你就记住抓住一句，我这一句不烂，一句、两句、三句、四句，慢慢慢慢的，如是一百百至千，从千到万，如竹冠，那个是与明房禅师到一万，他就正在离心不乱了，那就是禅宗的开悟境界。他先从一百心不乱，念住一百，一百中间错一个，99胜一念差，调转数珠都不算，就这样。如是一百百至千，从千到万，如珠冠。这个还如珠冠还不算呢，这下面还有两句话呢：见色不入，刀不侵。见色不入是什么呢？没有昏尘。我们这个昏尘呢，我们在祖师讲叫暗识见，在那黑屋子里，你根本不知道有那里头是个什么东西。突然间有一箭射出来，你根本没办法防，昏尘没办法防掉。在昏尘以前有个烦恼，大悲烦恼，它是什么呢？沉默不明了了，这个时候还不算是烦恼呢。这是一个大随烦恼的，昏尘是大随烦恼啊，八大随烦恼之一啊。但是在它的前边有一个沉默，就是这个精神往下沉，精神不明亮，眼前不明亮了，这个时候慢慢慢慢慢慢开始就要打瞌睡了，就要昏沉了。这个时候就要提起精神了，大声念，大声念了。高声念佛，头一个十大利益的就是能够排除睡眠，所以大声念。这个大声念呢，在这里可以，你回家了以后啊，恐怕有时候不方便，那就不要用这个法门了，就不要用了。你可以用别的，或者拜佛呀、绕佛动一动啊，这个把这个昏沉的过去。然后啊，只要你把这个心安住在佛号上啊。没有夹杂，没有间断，一段时间，他这昏沉就没有了。昏沉的根是散乱，要昏了，昏的是从那个散乱来的，散乱、散乱、散乱，它不散乱了，哎，开始昏了，昏沉了。通常一般人修行都是这样的，一开始散乱，东想西想的，好了，心里稍微摄住一点，昏沉了，精神没有了，但是这两个要把它排除掉。不昏不散，无杂无间，这样念下去，一句大家记住，就是一，我就要这一句，你不要想多，一想多了就心理上就疲劳了，不想一句，我就是一句，抓住这一句，这一句绝对不烂嘛，你不念一下，那么阿弥陀佛，没有妄想啊，你下边再一句，再一句，再一句，搞念珠记得清清楚楚的，那万一他又妄想出来了。然后赶快把心收回来，不要起烦恼，所以妄想越多，念佛不怕妄想多，妄想越多越念佛，念到妄想藏身处，念到了妄想藏身的地方，原来妄想就是佛，没有妄想啊，就是我们妄用那个心，变成妄想了。因此，不是这个心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自己呀，要常常的要练习，练习要专注清明，要这样子啊。这个功夫做到这样子啊，这次佛七我感觉大家那个念的相应很快就上路，这个是老参多，而且我们有很多老佛友啊，就是过去参加很多次的呀，这都有经验有基础，一开始就上路了，继续的保持，继续保持啊！不要一高兴啊，有时候会有点境界出来，看见这，看见那，都不要去讲啊，也不要去想，你一想就糟糕了。不想，心不动，结果境界就自然就没有了。没有境界，是我们心动了，心不动，境界就没有了。一切境界为心所现。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大乘起心论》讲得很清楚啊。因此，我们这个心呢，不要动，
下边啊讲这个，今天讲这个四弘誓愿那张表啊，在讲这个表以前呢，我要来说明一下子，这个菩萨要开始修行，发心修行啊，他有五个阶段发菩提心呢、啊。第一个就是发心菩提，第二个福心菩提，第三个是明心菩提。这个发心到福心到明心这个阶段呢，是外凡内凡，是凡位。明心菩提以后，初道菩提、究竟菩提，这三个呢是圣位了。那么通常我们讲这发心菩提是凡夫在失信位发心，失信。失信呢，这个时候啊，修信心。通常要修信心呢，照一般的这个法门来修，要经过一万大劫，信心修满。这个时候啊，发菩提心。那个菩提心是什么呢？那个就是啊，知心、身心、大悲心，《大乘起信论》是这样讲的。这就是大智、大悲、大愿，就这三个。大智不住生死，大悲不住涅槃，大愿普度一切众生，同成佛道。菩萨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时候啊，入正定聚了。前边这个是还是不定聚的呀，就是在失信位里头啊。到了入了正定聚以后呢，叫福心，你要把烦恼扶住，慢慢慢慢的净出自量，净出这个。业障把我们过去那个烦恼业障统统要把它消除掉，这个时候啊，在三贤位十住十行十回向，十住修空观，观一切法空。这个时候呢，你观成了以后啊，就证一切智，证一切智。那么这个时候通常是啊，那么十住这个阶段呢，就是。阿罗汉就把这个所有的见思烦恼都断掉了，就是证一切智。那么到实行呢，就修假观了，从空入假，再修假的。你说是空啊，是空，观一切法毕竟空，但是这些现象还有啊，这些现象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修假观，因缘所生法呀，就修这个假观。所以实行修假观，破尘沙壑；那个实住啊，修空观，破见思壑、见思烦恼。这个时候心里没有爱憎，没有爱憎了。啊，阿罗汉就是六根清净啊，他心里没有爱憎。你怎么样呢？怎么样打他骂他，他也不动。他就到了这个境界，自然是这样子的。到了这个实行这个阶段呢，那就破尘沙壑，这是天台宗的说法。把这尘沙壑是什么呢？看一切法呀，太多了啊！再破这个一切的法的法执，破尘沙壑，破尘沙壑以后，正道种子，度众生，就知道哪一种众生应该用什么法门来度他。这个时候是十回向啊，这个实行。到十回向的时候啊，行满入相。这个时候修中观，修中观不着有也不着空，着有是假，叫着空是落空，这两边都不着。修中观，修中观怎么扶无明，把无明扶住，还没有证的中道实相啊。那么这个社会相啊，到这个那个外凡的那个实信位这个阶段呢、啊，一个到阿僧祇劫。再加一万大劫，就是一个阿僧祇劫加一个一万大劫，然后到初地见到破无明正法身，一破一份无明正一份三德密藏，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正一份破一份正一份破一份正一份，这叫分破分正啊。所以这个天台宗那个六即佛是叫分正即佛。初地就分证了，二地、三地，趁初地啊是非常欢喜，见了道了，见了，看见了中道实相，这个时候欢喜，叫极喜地、欢喜地。然后啊，这个时候啊，他还要有用功才能够看到实相，不用功不行。
所以到第七地以前，七地初地到第七地呀、啊，这个时候都是有功用的。初地是明心菩提，看见诸法实相了，看见法性了，正法身了。那么到了这个，经过了这个二地到第七地这个中端修，修那个离相行、无相行，就是《金刚经》讲那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生无住生心”，就是这一段修的。修到第八地的时候，无功用行。无功用行，第八地，这个时候证无生法忍了，彻证无生法忍，看诸法毕竟是空寂的，本来不生的呀，因此也不灭呀。在这个第八地的菩萨，这个时候啊，看了这个境界呀，他就要入涅槃。那么这个时候，十方诸佛伸手摸他的头，善男子起，法性真常离心念，二乘于此已能得。不以此故为世尊，为甚深无碍智。这个时候啊，这个菩萨第八地菩萨他就想的，对呀，我过去曾经发过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所以第八地的菩萨修的是愿般若蜜圆满。这个时候他不入涅槃了，开始度众生了。这个第八地啊，就是色自在地，第九地心自在地，第十地业自在地，这三地。到等觉菩萨呀，都是自在的，他们度众生自在呀，要怎么度怎么度啊。那个观世音菩萨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大菩萨呀。那么我们就讲了，这个菩萨那么自在度众生，为什么众生还有这么多痛苦的众生呢？不是众生，不是菩萨不度他呀，他那个心水不净啊。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啊。众生心水净，菩提影现中。那个菩萨，他那个清凉月在空中经常照众生要度啊。这个要众生的心水净了，然后那个菩萨的那个影子才能够在你的心里显现。因此是众生的问题，不是菩萨的问题。所以因此我们就想到了，问题就是在我们自己要摄心，心就怎么样呢？要不动。不要动啊！那个了凡四训呢，云谷禅师就告诉圆了凡先生说呀：“说你是凡夫啊，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命运呢、啊。那么你就念准提咒好了，念的念的纯熟，与念中不念，不念中念，道德念头不动，在灵验矣。”原文是这样子的，这句话给我印象最深刻：道德念头不动，在灵验矣。所以圆了凡先生就是念准提咒的，念了以后啊，他整个命运都改了，考第几名都有一定的啊，吃多少米都有一定的，哪一天死，哪一个时辰死，死在哪里都有一定的，他统统改变过来了，统统改过来了。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心不动了，第二个行善。行善呢，就是把过去的业消掉，抵住了，改变了嘛。那我们现在这个很殊胜的法门呢，阿弥陀佛，至诚一念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至诚一拜从膝盖到金刚轮际，一个微尘，一个转轮王位的功德，你看看，我们真是有福报啊。福报太大了，你想到这里就真是有福报大的不得了啊！你要多，所以我是主张我们莲友们，年轻的莲友们呢，你还是要看经典，多看，多看以后啊，增加坚固信心，法喜充满。要不然呢，人云亦云，这个还不行。真正这个信来自于解圣解，对这个。法门殊胜的理解再不动摇了，这个是正心。这个到第八地以后啊，要到第九地。第九地啊，就是心自在地。这个讲第九地有四无内变呢、啊、那么叫大法师。第九地的菩萨是大法师。你通常讲大法师，第九地菩萨是大法师啊，在华严经上讲啊，十方世界众生问他问题他都能回答，都不错。你看这个菩萨厉害了呢。
第十地的菩萨，叶子在地，他要快成佛了，十方诸佛都给他抹点灌顶啊，放光灌顶啊，啊，那个大菩萨做那个大宝莲华，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大的。那看了那《华严经》证以后啊，才感觉这个成佛真是殊胜。所以古人讲啊，不度华严不知佛富贵呀、啊。那你度了《华严经》才知道真是，那个成佛真是殊胜，真是殊胜啊！我们这里要是有发心，要诵《华严经》的也很好，能够诵《华严经》，诵80华严。这个八地、九地、十地。色自在地，心自在地，意自在地，到最后等觉，就像弥勒菩萨一样，在一念，最后那个生相无明一破，一念相应会，无明顿尽，那就看见了，就是圆满成佛了，五住九尽，二次荣王成佛，现高大身呢，成佛了。那么这五个菩提呀、啊，前面这两个呀、啊，发心菩提、复心菩提是梵位。那么到了这个明心菩提以后呢，发了那个心叫圣意菩提心，那是真的。为什么？你证得了这个境界了。那么后边这个呢，前面这一段呢，是以自利为主的。智者大师啊，他就把这个分了，前面这一段。本来这一个五菩提这个道啊，通通就是菩提道。嗯，你看我们念那个修净土法门呢，念的回向的时候啊，为菩提道求生净土嘛，整个就是菩提道这五个发心呐、啊，五菩提呀、啊。但是他认为把这个菩提明心菩提以前这一段呢，是菩萨着重于自利的。那么就叫做般若道。那么明心菩提以后，一直到这个究竟菩提这一段呢，是度众生为主的，叫方便道。这个般若和方便有什么区别呢？在这个维摩经上讲啊，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意而不动。能善分别诸法相，那就是那个。从明心见性以后，那个后得智，前边这个呢，于第一意而不动，那个就是根本智，前边就是那个复心菩提那一段自己度的。在《大智度论》讲啊，般若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就是般若，就讲啊，这个般若和这个方便两个是一个，那方便呢是出。出毕竟空，然后眼土殊胜，庄严佛土成就众生，那就是这个根本智发生妙用的时候啊，那就度众生的时候。所以这个五菩提呀、啊，最重要的还是在那个发心菩提上，也叫愿菩提心。这个愿菩提心呢，在涅盘经上讲啊，发心先后二不别，如是二心先心难。即未得度，先度他。是故我理初发心。自己还没得度呢，就发心度别人呐、啊。这个就是那个发心菩提呀、啊。那么后来那个发心呢，就是明心菩提，明心见性了以后，升起了那种菩提心，度众生的心，那个就是圣意菩提心，真菩提心。但是这两个心呢、啊，都是一样，都是度众生成佛的。但是这个前边这个难，为什么？你自己还没得度了呢，就要度众生啊。所以那个我们都知道有个公案呢、啊，那个小沙弥在他师傅后边走啊，他要发心要成佛，他师傅就让他在前面走，你把包给我，沙弥，你走前边。沙弥走在前面想一想啊，这个成佛太难了，三大阿僧祇这么辛苦，我还是先证阿罗汉再说吧，出三界了生死。他师父告诉沙弥，走后边，包给你。他就问他师父，一会儿要我走前边，一会儿要我走后边，是为什么？他师父说呀，你方才走后边说你发心要成佛，虽然还没有，但是你已经发心了，发菩提心了，我应该请走到前边，你就为此在我上边，菩萨。
但是你走到前面，你又想，你要想证阿罗汉，想了生死、出三界，他说那你还早了呢，出果也没有证，我已经是四果了，所以走后边。你看菩提心这么厉害呢，一发心，阿罗汉就让路了。所以发菩提心的殊胜啊，在《华严经》上很特别讲到这个菩提心的殊胜，大家可以去看啊，就可以看。那么这个四弘誓愿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表啊，这个表我过去曾经做过一次，做过一次啊，也是一般莲友的反应啊，说师父啊，这个众生无边，烦恼无尽，法门无量，佛道无上，我怎么样的迈第一步呢？我想这个也对呀，总得有踏出去一步嘛，所以就过去曾经做了一个旧的表。这个旧表啊，也有的人做得很好，自己呀、也有心得，而且还印了一些空白的记到这里来。后来我最近又想一想啊，那个第一张表是昭宗以自受用的，自受用的方面多。这一张表呢，就是有四摄部分呢、布施、爱与同事啊、力行，就是。有他受用了，有利他的部分。那么现在呀，大家就看这张表啊，菩萨四弘誓愿起步。原来那张表上啊，不是这个弘，是宝盖那个弘，有个宝盖那个弘，那个弘呢也跟这个通，但是它的正解是大。我为什么用那个弘呢？就用这个四个大誓愿，这个弘呢有弘扬的意思。除了也有大的意思以外，还有一个多一个弘扬的意思，因此就用这个了，用这个弘四弘誓愿。这个四弘誓愿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四弘誓愿呢，菩萨根据四圣谛发的心。第一个呀，四圣谛，第一个是苦圣谛，啊，苦圣谛呀，苦者逼迫性，就感觉这苦很苦恼啊，逼迫我们，压迫我们。不单我是这样，所有众生都是这样的。菩萨发心号，啊，我现在我要解脱我这个痛苦，我也要一切众生解脱这个痛苦。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根据苦圣谛来的。这个烦恼无尽誓愿断呢，是根据那个极圣谛。极者是招感性，就是烦恼，就是烦恼嘛，就是。见思惑、嗔痴和无明和，就那三种烦恼嘛。那么，因此呢，发这个愿，烦恼无尽，誓愿断。藕益大师说，我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与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这两个誓愿相应。后边这两个呢，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基于那个道地。道圣地，苦集灭道的那个道圣地，苦集灭道是根本法轮呢、华严经也讲苦集灭道啊。因此呢，菩萨根据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学，有的人呢东学一下，那西学一下，你告诉他说这样不行啊，那怎么不行呢？法门无量誓愿学嘛。我说法门无量誓愿学没有错呀，一门一门学呀，不是同时的呀。你一门还没有学成了，你又去学，那结果都没有成，不行啊！要一门一门的，一门入后，门门入啊，初不迷时，步步迷，所以就是要一门。最后这个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是根据那个灭圣谛要成佛。啊，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是啊，这个四个菩萨发这个四弘誓愿呢，它是根据四圣谛的。那么下面我们看这里这个内涵呢，这里边头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爱与布施助人为善，这个是在原来那个表没有的，爱与，用爱心的话，用爱心讲的话。另外，在布施有财施、法施、无为施、三施。
这个爱语啊，有一个公案的。这个从前呢，在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那有一个婆罗门，他家里养一个牛，这个牛啊很好，但是这牛一个角，这个角坏了，只有一个角，长得不庄严。这个牛，但是这个主人并没有因为它长得不庄严呢，就不喜欢它，对它很好啊，照顾它呀。给它吃啊呀，给它洗洗身体啊，照顾它呀。这个牛啊，也很感激这个主人，给主人讲啊，他说呀，这个隔那个那个那那个远那个那个那另外一个村子里头，那有一个富翁，他家里也有个牛。那个富翁啊，一直认为他那个牛啊是最了不起的。他说：“你去跟他，你去找他，我跟他俩比，我会赢。跟你就是跟他说赌注。”2000两银子，你去给他讲，我帮你赚2000，你对我太好了。这主人，他主人说真的吗？说真的，你有把握？有把握。好了，主人就找那富翁，就跟他谈，像是听说你这个牛很好啊，我也有一个牛，我也认为很好，我们比一比好不好？富翁说好啊，我要跟你比一比啊。说比一比这样好了，我们总有个输赢嘛，到最后有个结果，应该怎么样呢？那个富翁说：“你说好了，输了以后怎么办？赢了以后怎么样？”这个婆罗门说：“这样的好了，我要输了，我给你2000两银子；我要赢了，你给我2000两。”那富翁说：“可以，没问题。”好了，这就发海报啊，要定时间，这两个牛要开始比赛了。到时候以后啊，这富翁就把这个牛啊带来，啊，牛啊也穿上衣服啊，弄得很庄严的。这婆罗门这个牛呢，又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庄严，它的主人也不很有钱呢，啊，自己又是一个角。这个首先要介绍这个牛啊，这个富翁就介绍他这个牛怎么样怎么样怎么说了很多，完了大家鼓掌，也有观众嘛。然后啊，这个婆罗门呢也介绍他这个牛，没说对话，他说我这个牛啊，你们不要看不起它呀，这一个角啊，但是它有很多优点呢。哎，怎么样？怎么样说了半天，到最后啊，双方把牛接手完了，开始比赛。一比赛，这个独角牛输了。这个婆罗门呢，就很伤心呐、啊，给这个牛讲啊，你让我去跟人家比赛，说可以赚2000两银子，结果现在不但没赚到，我拿出去2000两银子。这个牛说了，他说，你那天呢，我本来是可以赢的。结果你一开始把我缺点说出来，我这个气泄了，一点力气没有了。他说：“你再去找他，你不要说我的这个脚，这是我唯一的缺点，这是我的痛处。”那个主人说：“不要这样子了，已经输掉了2000，还去找。”他说：“你去，我绝对可以跟你再回来。”你说这回你说4000。哎，主人说你。是真的呀，我已经没有钱了，你再来还万一输了就4000呢。他说绝对有嘛，绝对有把握。完了，这个婆罗门又去找那个富翁，他说呀，我是不服气，还要跟你再比赛一次。富翁说你已经输了还比赛，我还要跟你比赛。那富翁说那输赢怎么定啊？他说这样好了，我要输了，这次我拿4000银子，啊，我要赢了，你给我4000两银子。那个富翁说：“好，就这样子，再发海报，又再来。再来的时候，还是双方介绍牛啊。这个婆罗门已经得了教训，就不提这个牛的角，其他的优点。哇，这个牛啊，听了以后啊，这个精神来了，开始比赛，叫独角牛赢了，4000两银子回来了，主人高兴了。所以我们讲啊，这在戒律上有这个案，所以世尊告诉我们要。”要讲话的时候要讲爱语，不要讲人家的缺点。我们就是要告诉人家有缺点呢，要先赞叹他的优点。你一开始讲他缺点，心里就不快乐了，不快乐了就没有话说了。尤其家里的小朋友啊，子女呀、啊，你不能老说他缺点。你说他缺点以后啊，你老说他缺点，那反正我也这样子了，算了。你要说他优点，说他优点呢，然后你说你还有一点缺点，能改过来更好。
那么这样的就会，他就容易接受了。爱与布施，布施、财施、法施、无为施，财施啊，就我们的力量，能够拿多少就拿多少，这个也不用勉强的。这个法施呢，就是说，哦，我们假如做生意啊，我们客人来了买东西了，让他欢欢喜喜走了，回去念佛呀，这一句话就够了。法师回去念佛呀，吉祥平安呐，各方面都好啊，他也听着欢喜啊。这是法师啊，无为师啊，看到人有困难帮帮忙，啊，或者有人呢拿东西拿不动了，我帮你一下子，这都是属于无为师，能够有善巧方便，就是我们回向的大回向的有啊，啊，善知方便度众生，巧把尘劳为佛事啊，就是这样子，助人为善，帮助别人做善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不加诸于别人，这个很重要。将心比心呢，常思己过，不论人非，常常想自己的过失，不要讲别人这个那个，不讲。你讲了以后啊，纵然他有那个缺点，你讲了也染污你的口业，染污你的意业，不要，不讲，不讲，不但不想啊，想都不要想。你想了以后，不小心就会讲，不讲，不想。后者自己宽恕别人，则被自己厚一点。对别人要宽恕。范仲淹是宋朝的贤宰相，第一贤宰相。他有个儿子啊，叫范纯仁，也是当宰相。他在他爸爸后边又当宰相。他临终时告诉他的儿子，他说呀：“我告诉你两句话，你记住。”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一般人他说呀，人虽聪明，恕己则昏。人虽然很聪明，一原谅自己的时候就糊涂了。人虽愚痴，责人则明。他虽然呢很笨呐，没有什么知识，但他责备别人的时候啊，那聪明了。我们这人的眼睛就是向外看的，专看别人，看不到自己的，所以因此要厚责自己，常常自己要对厚自己要恭自厚而薄责于人。这个要这样做，你真正这样做呀，要在佛前发愿，这些个东西要天天念，天天念。这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第二个烦恼无尽誓愿断呢。欲断烦恼，先覆贪嗔，嗔是猛火，贪是深渊，才动嗔心，百万障来。华严经普贤菩萨告诉那个华藏海会的菩萨，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哇，那个多了，那个障啊，很多很多呀，在华严经上啊，大家有时间可以看呢，不能动嗔心，千万不动嗔心。嗔是无明火呀，专烧功德林呐。你在这里辛辛苦苦打这个佛七啊，感觉心里很清凉。你回去一生气，满腹热闹，啥也没有了。一把无明火，功德尽成灰，不生气。大家记住，告诉自己不生气，不生气，绝对不生气。好生气的人呢，你天天早上起床以前没下地，在床上合掌，我弟子某某今天不生气，不生气，绝对不生气，啊。就是这样告，躺在床上你睡觉的时候，我弟子某某不生气，不生气，绝对不生气，念呐，这个就是什么呢？净法熏习，现行熏种子，种子生现行，到时候心里就不生气了。贪欲一起，后患无穷，不能贪呐。贪是最大的一个烦恼，但是我们一般人。因为有我见，体会不出来。你看这八大人觉经啊，第二觉知多欲为苦。对了，就是那个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生死疲劳，什么疲劳？不断的生死啊，
没完没了啊，疲劳啊，怎么来的？从贪欲起来的。少欲无为，身心自在。我少欲。玄奘大师把那个头陀翻成肚陀，我不要多，要少，少欲，少欲无为，身心自在。不要贪，这点很重要。不贪心，不贪心，绝对不贪心。在床没有下床以前就念了，天天念。我用这个办法，我给各位讲，都是我自己走过的路，你也照这样做，一定会有感受的。下边的法门无量誓愿学，第一个是读诵大乘不疑不谤，读诵大乘经典，有些不了解的地方啊，我们不要怀疑，甚至于不要毁谤。这个毁谤不是正是你宣说怎么样怎么样的毁谤啊，有时候无意的妄说、无知妄说也称毁谤。比如说我们在念佛，有的人说念什么佛，这个就是谤，谤法，谤十方诸佛。尊法一切贤圣僧通通谤了，你看，不要说呀，在佛门里头恭恭敬敬，这个法宝啊，我们没有这善根，闻都闻不到嘛。能够闻到是我们的善根呐、啊。一入十田，尤其我们的念佛法门，一入十田，永为佛种，永远是成佛的道种。信愿念佛求生极乐，生真信愿。就是印光大师讲发大菩提生真信愿，真信。这个我们念佛法门最主要要相信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讲的金口亲宣的。我们佛经有五种人说，佛自己说的是这是一种，我们的三部经净土三部经典呢，都是佛说的，无量寿经佛说，观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更是佛说。阿弥陀经里头没有任何人讲一句话，世尊紧着问舍利弗，舍利弗欲汝意云何，舍利弗也答不出来，世尊再给他解释。阿弥陀经实实在在是佛说，真是佛说，没有一个字是别人说的。所以这个我们相信佛说的。另外一个我们方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四十八愿，若不如是，我不成不取正觉。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世界，那四十八愿统统修成了嘛，统统成功了，绝无问题呀。这个信，另外的呢，我们信因信果。那些往生极乐世界的圣贤，通通都是修念佛三昧去的。今天我也修念佛三昧，我也修，我一定能去，就信这个就行。另外十方诸佛广昌舌相处诚实言，这个要相信呢、啊、这个很多呀。所以我们要这个信心呢、啊、你要多看经典呢、啊、你信心就坚固了。愿要发愿，发愿往生。我们昨天晚上研究这个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呢、啊，舍受他国土里的27愿，舍受其他方国土的众生16愿，几乎差一倍。那个极乐世界的国土非常殊胜，你一往生，神金色32相，6神童，一生成佛，三不退。神金色32相，6神童，一生成佛，在其他的世界，其他的国土的没有这种的，没有这种成就的。因此呢，阿弥陀佛希望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因此我们要发愿要往生。发愿往生啊，那么他那27愿当中我们都能够享受得到。所以愿，这个愿很重要，信愿具足。藕益大师讲就是菩提心，念佛就是持名念佛。念佛本来有4种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讲有实相念佛，就是念自性弥陀，是念我的本性，本性本具的佛性，念这个，念到我们的明心见性，这是一种
一个法门；第二个是观相念佛，看着就是般若三昧，看着佛像，我们这个大佛像啊，立在那儿，看着这佛像念呢，不坐下来，不睡觉，90天这样子，行这个般若三昧呀、啊。第三个呢，观想念佛，观想念佛是16观经，那16观，那16观前面13观是观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最后那3观持名念阿弥陀佛了，就是藕益大师讲观不成了嘛，干脆就持名念了。那么这4个当中啊，只有持名念佛最容易、最简单、最容易成就，不会有问题。善导大师以后就是主张人持名念佛，专门念佛的名号，求生极乐啊！念佛求生极乐，见佛闻法证无生忍。我们见看见阿弥陀佛，亲自看到了啊！莲花开后见此尊，亲听法音可了了，闻已即无无生忍，不为安养入娑婆。善知方便度众生，巧把尘劳为佛事，就是这个，再回娑婆普度一切。第四个，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无上啊，三世诸佛成佛都在人道成的，因此我们要做人，把人做好。这个人道啊，可进可退的。所以太虚大师就有个法语啊，就是仰止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太虚大师法语，他真是掉了一个语字，大家可以把它填上啊。这是太虚大师说仰止为佛陀，我们高山仰止，那是最高的目标啊。是 佛呀，佛陀呀，完成在人格，完成在人呐、啊，在人格，这人格是哪个？仁义礼智信呐、啊，人之四端呐、啊，仁义礼智信呐、啊，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吃酒，就这5戒。人成即佛成，人成了以后，就佛就容易成了嘛。是名真现实，这是真真正正现实得力的法门呐、啊。那么这里边呢，这里边内涵是啊，慈悲喜舍深信因果，慈娱乐，悲拔苦。我们看一切众生，你要是有痛苦，我就向我感同身受，我要帮忙把你解除，这是悲。另外，我要无缘大慈，我要给你快乐，这是慈悲。喜，看见众生啊得到快乐，我也欢喜，这是喜。这个舍呢，不是舍弃，平等舍受，心里是平等的，愿亲平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我们拜那个大忏悔文的时候，大慈大悲悯众生，大喜大舍济寒食，就是这个四无量心。深信因果。一定要深信因果，一般人有的时候信因果信的不深，他只是看着现前这一段能看见因果，他相信了。这因果通三世，有过去有未来，这种过去未来看不到啊，那看不到，因此怎么办？我们要深信，绝对没有错的，世尊说的，因此要深信，深信因果。光从现前这个阶段来看呢，有时候靠不大住的，靠不大住的。有时候啊，你说我们修行啊，你不修行不用功啊，还没事；一修行好了，反倒逆境现前，又生病啊，又有障碍了。一般人就感觉我没有学佛还好了，学了佛问题都来了呢。其实你不学佛，那些问题也来呀，不过来的早晚的问题呀，跑不脱的呀。一学佛了以后啊，因为你一用功，好了，那些个境界现前了。但是你不要动，安住在佛号上，慢慢慢慢都消掉了，都消掉了。因此，我们要深信因果，佛说的没有错。敦伦尽分，
主境存诚，敦笃伦常，啊，这个这五伦就是我昨天讲过那五伦呢、啊。头一个是夫妻伦，夫妻、父子、兄弟、朋友、君臣，就是上长官上下的关系。这个就我们现在讲叫人际关系。这个人际关系第一步，夫妻的关系，在家的菩萨们学佛呀、啊，这个夫妻这一关绝对要搞好。不然会造成单亲家庭，单亲的家庭啊，我过去当老师的时候，单亲家庭的学生问题多呀，问题多呀，他不受教啊，因为什么？他心灵受到伤害了。所以我们在家学佛的菩萨们绝对不能有邪淫，这一关要把住，戒邪淫，子孙贤孝，敦伦尽分。另外呀、啊，你夫妻感情很好，你的孩子都会很好，心理很健康，嗯，然后啊，那么他们出去跟别人相处也会很好，跟长官相处也会很好，跟朋友相处也会很好，所以问题在夫妻这一关上，这一关很重要啊。敦伦尽分，我应该做什么，我把它做，尽到我的本分。主境存诚，我们这心里要有常有境，境者德之具也。你这个境啊，然后所有的德行它才能够向你集中，没有境不行的。境的反面是什么？懈怠放逸，恭恭敬敬，小心翼翼的，啊，这个是啊，这个境字。在儒家来讲啊，是人天交通的一个路，由人道向天道的一个路。但是在佛门呢，印光大师也是告诉我们呢、啊，结成尽境，妙妙妙妙啊！因为你能够有静了以后啊，你才不敢懈怠放逸，不敢大意啊，才能兢兢业业的用功啊。没有静不行。我们在家里学佛呀。现在我们这个环境这么好啊，又有冷气啊，各方面都很好啊。你看古来的人的修行啊，多辛苦啊！不要说古来了，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受个菩萨戒，阿弥陀佛，在那个地下沙子里头跪呀、啊，好辛苦啊！现在可没有了，现在好得很呢、啊。所以，人家说是富贵修道难呢、啊，就是富贵修道易。天气热容易出汗，我把冷气开开拜佛呀，不出汗呢、啊、不是很好吗？另外的话，我要上街，我要走远路啊，很辛苦啊，我坐汽车呀，啊，汽车去了很快回来，回来以后赶快念佛拜佛呀。你要利用现代的科技的成就啊来修行，这样叫富贵修道义。假如你用这个富贵来享受，那就是把那个福报变成包袱，走不动了，在菩提道上啊，光享受了不行啊，不能这样子啊！你短吃尽的享受啊，将来后患无穷，生死轮回呀、啊！一旦无常道，方知梦里人呐、啊，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到时候苦了，苦了来不及了，那时候修行来不及了。当然也可以，因为那个十恶五逆，临终都看着地狱了。他能十念往生，但是他有个原则，他有条件的。第一个遇见善知识，第二个他没有昏，没有迷糊，没有昏，没有昏呢、啊，没有昏，没有昏睡。到时候有的人呢，他临终是迷糊了，颠倒了，这个就不行了。第三个，他能够相信这个法门，马上就念，十念能够往生，这个是啊，绝无仅有的事啊。不可能，不可能，每个人都能这样的，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绝对不要，绝对不要希望这样说。那我等到最后那十年吧，最后那十年可以，但是怎么样呢？你把平时这个念到一心不乱，最后不要十年了，一念，一念就好了，乃至十年嘛，我只要一念就好了。主境存诚，诚诚是不枉。实实在在的，亲近善事，远离恶友。
这个蓬绳马冢不拂自知，白沙入泥欲知俱黑。你跟什么人学在一起，就变成那个样子。所以呀、啊，要亲近善事啊，亲近良朋，远离恶友啊。过去我就曾经应过那个，有十种朋友我们要亲近的。我说你回去带回去，假如你有这个酒肉朋友啊，或者好打牌的、好玩的，你把那个亲近那个善友的那个那张表啊，你就贴到墙上，他来一看，哇，这跟我不对了，他也不敢找你，他就会走了。这是最好的办法。这个一定不能跟恶知识在一起哦。这个菩萨就怕恶知识啊，怕恶知识胜过洪水猛兽啊。洪水猛兽真的要你身体受到伤害呀、啊，这个恶知识不得了啊，他会带着你三恶道走啊，不行啊。所以偶遇大师啊，他有四句话：持戒为本，净土为归，关心为要，善友为依。要以止善知识，不以止善知识啊，不行啊。有的时候人呢、啊，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当你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决定的时候，或者遇到痛苦的时候，他一句话就影响你了。所以要亲近善知识，远离恶友。改过迁善，先做好人。要改过，先做一个善人。但是怎么要不二过？改了只有这一次了，没有第二次。那就是世间的圣贤功夫。孔子的首座弟子颜回，孔子赞叹：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为人，贤哉回也。那我们要做出世间的圣贤呢？世间的圣贤还是在人天道上啊，还没出三界呀。我们做出世间的圣贤，往生极乐世界成佛呀。因此，你要跟那个世间的圣贤这个路走过去，不二过，慢慢慢慢就寡过，到最后就无过。那么无过呢，就是你就怎么样的也不会犯到过失了。有的人讲啊，师父，我要照你说这个，我吃亏了。我说这个世界上谁也没有吃亏，谁也没占便宜。问题就是通通落到因因果果上。所以有两句话：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就是一切都落到因果上去了，你跑不脱的呀。好的也是在因果上，坏的也在因果上。谁也没吃亏，谁也没占便宜，到最后自作自受。今天这个菩萨慈弘誓愿呢，后边还有这个时间上啊，还有几分钟啊。我看看后边大家翻过来，我要赶快来讲一下啊。这个要记录，每天要检讨。我定了这些个项目啊，你自己做一个参考，你认为可以，你就照着这样做，或者哪些个增加的，或者再去掉的，你自己去做，必须做记录，每天做记录。袁了凡为什么他把他命运改过来呢？功过格。每天记呀、啊，我们修行也要用这个东西啊。第一个不动嗔心，这是半个月一章的，半月要诵戒嘛。这个今天呢，我没有动嗔心打勾，不动贪不起贪心打勾，不动嗔心打勾，不论人非，没有贪别人是非打勾，爱与赞叹做到了打勾，不思结缘做到了打勾。不思结缘也很简单，你家里吃饭的时候啊，拿点饭粒拿到外头，找一个地方，就是我讲的那边放在那儿以后啊，祝愿，愿使此时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然后三贪止，这个时候不管是什么众生，幽冥众生，什么蚂蚁呀、啊，什么这些小虫吃了，都跟你都是对他们有不思。法思、无为思、财思，统统有了。结缘不是结缘，助人为善做到了打勾，随喜功德也打勾，
另外，深信因果，我今天对因果相信打勾，没有动摇。读诵大乘经典也打勾，啊，读诵大乘经典呢。我们念佛的人要读诵大乘经典，不读诵大乘不行。晨早十念，这个要不能间断的，一定要念打勾。主境存诚，我今天没敢懈怠放逸，啊，也没有诚实，没有虚妄。打勾，下边改过不二，改过千善了，改过不二做到了，远离恶友做到了，打勾，礼佛忏悔，每天早晨要拜佛，拜佛的时候啊，我们最少也拜48拜，拜阿弥陀佛48愿，孝养父母，尊敬师长，有的说呀，我已经都毕业了，我尊敬是哪个师长啊？本是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的师长，要恭恭敬敬，把家里的佛堂啊做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勤尽善事，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常思己过。这个是啊，这五戒呀、啊，你没有受，你也要做，因为什么？无量寿经里讲，这是五恶，你做了这个，没办法往生。最后啊，检讨我今天比昨天有进步没有？有进步就进步上打勾，退步了就退步打勾。半月下来检讨一下，看问题出在哪里，一定要纪要。我这个建议我们所有的在家菩萨们，你不要怕麻烦，一开始可能你不习惯，还要用笔呀，还要记麻烦呢。尤其年纪大了，我还要戴老花眼镜，就是要记呀。你不记，不知道你今天怎么样的过了，不知道。你要记了才知道，面对着，哎呦，这个没做到啊。明天才能够加油啊。今天时间也到了，那印光大师那个法语啊，明天讲吧。这个今天就简单的说到这里呀、啊。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佛友们呢。这上啊，我是这个老僧啊，对于你们各位在家菩萨一种法供养啊，希望你们能够珍惜呀、啊，不要等闲视之。我这还是做的时候怎么样的，不要用这张表印下来以后啊再做。你这个印了用了以后，你再就没办法了。印下来以后啊，用那个印的，半月一张。一年24张，先不要一年，100天，100天你拿过来一比呀、啊，哎呦，我哪个地方有问题都没做到啊，你就知道了问题在哪里，不然不知道啊，真的、啊，我这个是笨办法，我这跟袁了凡那个四训学的，功过格，这样子啊，我们自己才能够自己在这车子在轨道上走。那是高速公路，没有平交道，也没有红绿灯，自己这样走。希望我们在座的呀、啊，莲友们呐、啊，我们大家共同发心呐、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净土法门闻到更难。今天我们能闻到了以后啊，我们脚踏实地，死心塌地的往前走，啊，将来一定能够现生正德，念佛三昧，一心不乱。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一柱圣众，手指金刚台来迎接我，一刹那间往生极乐世界，证无生忍再回来，这个是这一定能做到的呀，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吧，现在要念佛。